到一下这台5000克架子式分装机，收到机子的时候，先用配的螺丝拆开底部红色标记螺丝，红色标记螺丝先拆，总共有4颗，这边1颗，这边还有2颗，总共4颗螺丝先拆开。拆完以后，把这个斗螺丝锁上固定。完以后，加入物料，这边插上电源，这边插上电源，打开电源，放入物料，面粉。这边完以后，按照重量加减来改变它的重量。我们打个比方说300克，右侧这边是脚踏开关。300克面粉。这个是脚踏开关，300克。我们要调更高的话，就直接按加。按重量加，比方说要加到1500克，我们就加到1500克。1500克，好，现在踩一下脚踏，下料。料比较少，最后面补料1500，好，快脚踏，这个意思。